谁跟必须胜利啊，黛西？真的吗？就你那指挥能力，没得说。在斗鱼，你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他妈的，说这话可飞火箭，我操！挺费火箭、啊、就是你们的节奏应该是怎么样，就是能打的时候就打，不能打的就站在那，决赛圈的时候站在那。告诉你，我都看好录屏了，我都怕你给我们穿了，我给还好你打暗号了，我不能又给我们穿了。你直接把我堵在洞里，你知道我多绝望。没办法，你在我眼里当时是行走的一分呢、啊。是，那一分很关键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嗯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评分的话，我们淘汰者。用游戏麦吧。OK。你关一下外麦吧。我靠，黛西大，他这个今年是可以单排，如果你单排晋级了，四排也晋级了，是可以一起打的吗？好像是、啊，我不知道。我，但是我单排没晋级，那么四排没晋级了吗？四排没晋级。我他妈单排从第一名打到第四名，最后晋级了，一分钱奖金都没有，很难受啊，就差一分好像。你没有奖金吗？第四没有，第三有。我们还有四万呢，好多人。你们那边有人？还是他卡呀、啊？你看的是你卡，我看他没卡呢。哦哟，单排第三多少钱啊？铁骑五千。哦，你五千，一万五。我成功的跟奖金错开了。我丢有笨蛋、哎、我靠、啊、我的我的什么情况，你怎么会进来呀、啊、代谢，你为什么会扔个雷啊，我的就是为了防止队友舔空了吗、啊、我在大门神什么情况这是，哎呀啊好穷啊，怎么我靠，打起来冲，哎前面仓库好多人，门口门口门口，我听到了，没了，怎么这么多打到兔子上？我还有点懵，讲真的。嗯，中仓有人点上，好像没有。哦、哎呦，我操，老六！